那接下来我也要坐下。对啊。哎，结果我今天都很哭哎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唱的乐队这么的没有 feel 吗？Sorry, 哦，含泪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熟悉的面孔吧。看看上面的，有看得清楚哦，扣子拍够拍吧？他说不够，贪心，他全部脱光光了。不知道，是王子要气质。这边又开始有点感到伤心，就是我在星光大道唱过第一个我们认识的声音，第一个我拿法兰芬天的声音，第一个被淘汰的歌曲，很多很多的第一次，所以我决定在我的第一次个人的小声演唱，第一个物理呢，分享，好吗？好，那来了。Yeah.
谢谢。